后面感觉压力很大，我说啊，那束花怎么这么重啊？那我今天问他说，为什么你都不会累？我才跟你这样几天招来招去，我就累得半死。他说 take easy 啊，把它来哈、哦、，OK。然后我唯一要讲的话是天主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，也在我身上成就。我们一起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